我们继续讲，还没讲之前呢，我讲一个，再给你们提神一下哈。这个我刚刚不是讲到这个咒诅嘛哈，哎，昙花用港港内港困哦哦，哎、哦，以前的女人哦，金高港内金高港困，我们小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，我就干家门嘛哈、哦、啊。哦，哎，一啊不，不是这样，结巴啊，一他那个白内障嘛，那然后已经差不多失明了哈，但是很会骂人，我很会骂人，很会咒诅人。以前女人哦，这个骂起人还是很厉害啊，很恐怖的，所谓泼妇骂街哈、哦，还有一种，他们还一绝，这是一绝啊，另外一绝就是哈、哦。她老公死掉的时候，那种哭哈、哦，那这也是一绝。你就要以为啊，八卦今天被安装。刚刚袁慧来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令我就好生为难呐、啊。他是带民宿来问说，呀，可不可以传这个？可不可以请那个？这个楞严法，这个楞严法是有啊，就是那个在以密教来讲是大佛顶法，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仪轨啊。那如果是在家的话，这个是适合出家，而且要四度加行完了以后才可以学，因为里面哦有差不多20个手印吧，那个就八大佛顶啊，再加上中央那尊大佛顶啊，这9个，然后一个半尸佛顶，还有炽身光佛顶啊，然后还有八大菩萨、八大明王都各有手印，各有咒，每个咒都不一样，所以然后。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，所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哈。那我是说，或许可以传那个大佛顶心咒啊，这样的，不还在考虑中这样的，可是我这样想啊，因为如果要传那个心咒，那。这个我在考虑而已哈，没答应啊。就是说，那个心咒哈，然后就要结那个手印，那个手印是跟大日如来一样，就毗卢遮那佛的手印一样啊。所以如果要传这个，那可能我就先就传那个大日如来啊，大日如来法，然后就传那个大日如来手印，因为一样的，然后接着再传大佛顶。啊，薪酬这样的，不过我还在考虑，然后那个条件可能就不是很少啊，可能是要五戒都要受，然后，然后还要 地藏法门、千佛法门、地藏密法都要圆满啊，而且还要常常护持道场，你。不能只是就说有事才来，没事就不来这样子。好，虽然不一定要变成我的长随众，你们都长随着我，我也是很累啊。但是就是要常常护持道场，那这护持什么？这护持我想让您知道哈。以法护持为最重要。那什么是法护持呢？那就是常常来这个听经闻法，这是最好的护持。所以你的布施供养是其次，法供养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事实上我在乎的是这个，佛所在乎的也是这个。因为你听经闻法，那你就能够这个增长闻慧，乃至于就可以进修修慧，对不对？啊，文思修啊，所以那个是重要的，
所以啊，不是说请了一个法，然后就自己在自己家里修这样子啊，那必须要常常来听闻佛法啊。那而且我这个讲佛法，我可以相当确定，就是说是应该是绝对对你有益处的，哎，那你自己在家里听，在自己在家里看，乃至于说看 DVD 等等，那个恐怕都还有一点点差距啊。好，接着往下看，85页的第四行，修行忍辱。众生根器不一，有的众生有善根，知道恭敬不失修行人；有的众生根器下劣，不但不知不失修福，反而毁谤辱骂讥笑啊！这个刚刚讲到这个，讲到我去那个冷气机店哈、啊，就我一进去哦，那个老板老板娘、哦、那个脸色就很难看啊。那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难看呢？他一想，这个出家人不可能来买冷气的啦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我就说，我看他那样，我那时候还没有觉知，我不知道，事实上我都不知道。那我就指着那冷气，我说，请问这个多少钱呢、啊？然后那他们两个一听到这话，马上就好像放下一块大石头，然后这个脸色就变成笑容可掬这样子。他说：“哎呦，心里可能讲，哎呦，活该哉。”哎，我他们，我后来知道，就是说他们这开店的人哦，被这化缘的人哦，这个搞得也是很头痛这样子，哎。而且还有呢，他来化缘，他说一直站着不走，你又不能赶他，所以有时候就只好就是应付应付，给他一点这样子。这很伤脑筋，哎，第五个去我慢，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，因为依世俗人的见解，最为可耻的事情不过是向人乞讨啊。那么最低贱的，最低贱的不能称行业了，对啊、哦？但是当乞丐也变成一个行业的话，那是最低贱的行业了啊。那么是向人伸手。那这个向人伸手就有伤自尊心，所以世人如果不是不得已的话，就绝对不会这样做。而修行人呢，为了要成就法身的缘故，这自己自愿的起食而活，正好在这个地方调伏无始以来的我慢的习气，破除我慢啊。修行无我，这个佛的无我智不但是言说而已啊，不只是言说，而是要从实际的定慧、观行以及四威仪中去做的。就呈上面所说的，这比丘在起食中就破除我慢，这我慢就破了以后，无始以来的我执、我见、我爱等我相也都随而易破啊。我相破了以后，这就是无我。那如果得了无我，就是无我自现前啊。那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，佛虽然开示无我无相的法，这无我下面应该打个顿号，但也从这个佛示现自持衣钵入社会大乘起时开始，正显这个体现这个无我的第一空之本，就是从起时开始。那顺便我们这个用白话来讲，你看我们在经中里面常常看到说佛入什么城，然后起食，你觉得这个容易吗？这个很不容易耶。那你还要这样想，佛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是太子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如果他没有出家，他就是国王啊，对不对？那以一国之尊啊。这是不说了，他已经成佛了，成佛了以后怎么样呢？成佛了以后，他已经超越这个世间了，他更不用取断食，你知道吧？他
根本就不用取断食了。那如果他愿意的话，这个天人的供养多的是，对，他也都不要啊。那而且他就自己拿着衣，披着衣，拿着钵去乞食啊，然后也没有穿鞋子啊，这样走去啊。那所以你看看，这个很不简单呢，很不简单啊。还有一个有趣的是，他叫所有的弟子也都要去乞食，而且那些阿罗汉，他说你们如果进城乞食，要去乞食的时候，不能用这个神足通，不能用神足通，不能用飞行的，一定要走在地上，脚一定要踏在地上，不能离地而行。他们可以这样子的，所以佛还特地这样规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要惊骇世俗这样的啊，那也不现这种异象啊，然后让世人惊怪这样的。还有一点，就是说，因为你这样现这样神通呢，那世人除了惊怪以外，那有些外道嫉妒啊，就会回谤你，说你们这个妖邪惑众这样的，所以有种种的顾忌，所以佛就禁止这个佛弟子现神通的原因是这样子。还有呢，就是怕误导啊，因为这个神通就炫人耳目啊，那么那这个众生都是贪爱这些东西，结果呢就不去修学佛道啊，那就追求这些外道境界，你知道吧？你如果没有佛道的基础的话，那么神通外道也有啊，那就变成一种误导了啊。所以主要是要令这个心跟业能够清净，结果去求神通就变成修行外道啊。那这个神通啊，是修行佛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等于是副产品这样的，所以不是正的产品。所以佛不要这个弟子们这个误导这众生，就修错了啊。接着，所以佛能够自己这样做，而且他成佛了还是这样做，就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乃至于你看佛在这个经中，像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他自己敷坐有没有？自己拿蒲团，然后自己铺好，自己坐。还有佛到了晚年以后，七十几岁了以后才遵许说要收一个那个侍者啊，那之前他都不愿意收侍者，所以一切都是他自己来，这很了不起，你知道吧？好，接着又大乘佛教中出家众虽然没有说日日托钵行乞，就我们汉传佛教啊，就没有说天天去托钵啊，那么但是种种的化缘也都是有的啊，以及不做俗业，依信施活命啊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寺里面点灯啊，然后接受这个在家中打斋啊，等等啊，来自于这个诵经啊，做法会啊，来维持寺院的开支，然后接受这个也接受那个出家众的不在家众的供养啊，那么这些实质上啊，就是跟靠信施乞食是差不多的了啊。那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一位法师啊，他说我从来不化缘啊，然后就好像很 proud 的啊，很自豪。可是他有给人家点灯啊，然后他也做法事啊，所以那个就是一种化缘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只要是
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接受人家的布施供养，那都是算是化缘啊。所以出家众不应该说，他不化缘，然后这个自力更生，这样以此为荣以为豪，这样是错的，跟佛的这个立教的根本是相违背的啊。乃至于说出家众，为了要维持生活，说自力更生啊，做鞋子啊，做蜡烛啊，做种种手工艺啊，在家里开那个什么家庭工业这种等等啊，做肥皂啊，这些都有啊，那个都是不对的。乃至于说，更多的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了，这个出家人哦，这个学医术啊。什么那个叫什么按摩，那个叫什么，不是吗？啊，推拿，哎，推拿啊，还有中医啊，哎，这个都是违背佛教，这个都是邪命啊，医补，还有就是说算命啊，也不能算命啊，那不管你收不收钱。都是违背佛所教啊，那你说你不收钱，那中国人都是这样子，他会包一个红包，火力昂啊，对不对啊？那就变成收钱了嘛，是不是？虽然你没有定一个价位，对不对？那人家总是不好意思嘛，是不是啊？当你偶尔做一做，可能就不会有什么红包啦，但是你如果常常在做，那是少不得会有红包的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也不管红包不红包，反正你研究那个东西就不对，研究那个东西，而且用那个东西所谓的利益众生，这就错了，是吗？啊，你应该用法来利益众生，而不是用那个医算卜这些东西啊。所以我最近出去了几趟，然后知道了一些出家众在学这个中医啊什么，我就觉得很难过啊。然后接着往下看金楚末法这86页第二行的下面，金楚末法的有出家众自言不靠他人布施而做种种的行业，或工或商，工就是做工啦，商就是做生意啊，或是兼工商贩卖啊，那而说是自食其力，这实在是没有理解佛所制的比丘乞食的重要的意义。第三个，破厄，这比丘的意思是，还有破厄的意思，破厄就是说以修习戒定慧，所以能够破除贪嗔痴慢等恶法，就是在破厄。第四个，比丘的意思也不生，不生的意思又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烦恼不生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就是不再来三界中受生，有这两个意思。那么烦恼不生，就是因为比丘修三圣学、四圣地等，所以呢烦恼不生。那这个不生是为自福止息烦恼啊，的意思是自福跟止息烦恼，令他暂时不会生起，也就是说不起现行。现就是现前的意思啊，英文就是 now 了啊，啊，而不是毕竟断啊，称为不生啊，不是真正的断掉了，而是说暂时没有起来啊。那么由于这个修行的力量关系，所以这个烦恼暂时不生起啊。那么这个是当这个前三果位，就是小圣三果啊啊。前三果都没有，还没完全断烦恼啊。那第二个就是不再来三界受生的意思，比丘的这个不生。那么这个是指正道阿罗汉道啊，四果的圣生，他们已经达到所谓的我生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这个阿罗汉哦，他正到阿罗汉，然后知道他已经
不在于三界中轮转了，他就会讲出这句话来，啊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，啊，那么这四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先看第一个，我生已尽，就是说我的生死，这个生是生死，我的生死已经完了了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我现前这一个身体啊，是最后生。最后一个父母所生的胎生的身体，所以我是最后的一个生啊。泛恨一力是指我的这个一切圣道清净的法都已经成就了啊。泛恨就是一切清净法修行，一切修行都已经确立了啊，也就是圣道已修。所作已办是指一切烦恼我都已经断尽了啊，那么所以该断的烦恼都断了，叫做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不受后有，也就是说跟第一个是一样，我生已尽是最后做一个结局了，就是说我不会再来三界中受后有之身啊。受后有之身就是说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知道死掉以后得到那个身叫中阴身，对不对啊？这中阴身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死之前叫做前阴身，死后叫中阴身，然后等77日后再投胎，那个就叫后阴身啊。投胎了以后得到那个身叫后阴身。那中阴又称为中有啊，所以那相同就是。所谓的后有就是后阴身的有啊，啊叫后有，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后有身了啊，不再受胞胎之身。那么阿罗汉，他的如果说还有什么身的话，那就应该是化身了啊，因为他不是变成都没有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因为烦恼一断，所以就不再受三界的烦恼的苦身啊。好，那么再回头讲，那个前一阵子就10-20年前嘛，我不是说有一个讲禅的一个团体啊，然后那一个人呢，起先是说他就证到虚陀洹，然后过了几年就变斯陀含，然后变最后就。我知道的他是到了阿那含啦，哦，三国，哎，然后阿罗汉有后来有没有变成阿罗汉就不晓得。不过他还没有到阿那含之前啊，他就已经受记他的学生啊，啊，哦，就说你是出国，你是二国，你是几国这样子啊，哦，哎，然后最后他虽然没有说他。是证了阿罗汉，但是他说他已经出三界这样的，哎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们常常在讲出三界，这可笑的是阿罗汉从来没有讲过他出三界，而且佛赐阿罗汉不能说他出三界，出佛说阿罗汉如果说他出三界就犯了戒，那好不好笑啊？所以有一次啊。这个故事也是非常好笑的，哎，这个舍利佛他是一个很庄严的人哈，可是他可能是视线的哈，常常有人毁谤他啊，然后到佛前去告状啊，然后，对阿罗汉不能说他出三界，也不能说我已经断了烦恼啊，那有一次就有一个人跑到佛前去告状说。报告师尊，这个舍利佛说他已经出三界断烦恼了啊。然后佛就紧急就叫阿难这个集前锤，然后招僧众啊。然后，于是佛就说舍利佛啊，然后听有人说你啊，说你已经。断了烦恼，出了三界，有这回事吗？他说：“世尊，我没有这样说。那”那佛问说：“那你是说了什么呢？”
他说：“世尊，我只说我生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。”哦，我只这样说。其实这四句话合起来就是说我已经断烦恼，出三界，但是就是不能讲这样子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只能这样讲，哎，然后，哎，这个舍利弗被毁谤的事情，真的都很好笑，哎，顺便再讲一次啊，啊，这不是毁谤，是真的，这个。释迦佛不是有一个儿子哈独子叫做罗侯罗吗？那就小时候就出家了，出家以后哈，佛没有说直接就收他哈，是叫他拜舍利佛为师。所以如果照我们中国佛教来讲，释迦佛应该是罗侯罗的师公，你知道？那就这个小罗侯罗哈。就跟着他师父舍利佛进进出出，然后乞食也一起去，然后受人供养啊，应供啊，也是一起去啊。就过了一阵子以后哈，这个世尊就看到那个罗侯罗越来越瘦，然后就碰巧就有一个人呢，就跑来这个跟世尊讲说，世尊这个。舍利佛都没有把东西给罗侯罗吃，然后后来世尊就在集会的时候问说，是因为他们去应供回来了啊，然后有人又告状了，然后世尊就说，那告状人说舍利佛因此他吃东西只自己吃啊。所以那个是属于不进食啊，然后佛就于是就集众就问说：“舍利佛，你出去应供受不进食。”然后舍利佛一听，他只一听也没有问什么，而且那个你看看他吃进去的是一个多小时前至少的事情啊，那如果是我们已经都消化掉了嘛，对啊。他就用神通力把他刚刚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啊，这样的，那然后就表示说他不受不进食了啊，因为有人就告他不受不进食，那他这吐完了以后哈，然后佛就讲那个因缘啊，就说哈，就告诉舍利佛说哈，因为你有一个小沙弥啊，你要照顾他。那你是大比丘啊，人家都供养你，人家也不会都不去注意那个小沙弥，对，那什么好吃的什么都给你吃了，那你也不去留意一下，所以他就没得吃，就越来越瘦啊，而且他又不像在佛寺的时候，这就是你应供以后肚子饿回来还可以吃，对，寺里是没有东西的啦，对，所以就饿肚子这样的。然后佛就说，你看舍利佛他很硬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说他一听人家告他受不进食哈，然后他就啊就吐出来，然后他说这舍利佛生生世世哈，他是尊贵的种性啊，然后这个傲慢性很强啊，然后嗔恨性也很强啊，所以到现在呢，这个成了阿罗汉，那个慢心跟这个嗔心的那个习气还在，所以。受不了世尊一句话，他就把他都吐光了这样子，很好笑啊。所以你看这讲故事还是很好，比如说不要睡觉要好，你看一讲故事大家眼睛都睁大了，好，接着以上八十六最后一行，不磨起誓破恶不生，这就是比丘的四种意思啊。所以这个也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这样看，要作为比丘应该有这具备这样子的这个努力或是德性啊，应该比丘应该不磨，应该起誓啊，当作起誓
啊，不求这个世间的美好啊，然后破恶，然后追求这个烦恼不生的这种境界。因此，这个经文中的大比丘，实在是特别指这个已经证到阿罗汉道的比丘僧啊。那你看看哦，这很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非常非常不得了，怎么不得了啊？我们要比较，孔子称为是这个中国的圣人，对不对？他有多少弟子？72贤，对不对？72个而已啊。佛是1250个，而且都是已经证阿罗汉道了，哎，证其他果道比较小的都还没算呢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的都不算呐，啊。还有，那我们再比较这个耶稣教，这耶稣呢，他有12使徒，对，他连12个弟子都搞不定，结果还被他的弟子给被他徒弟给出卖了，你看看，哎，实在是很没面子啊！啊，而且还因此被出卖，还死掉了。那死掉了哈，那我就顺便讲到，这个耶和华也是很奇怪，哎，他是很没道理。他这个，有事没事还创造了一个亚当，然后创造一个人以后，再创造一个1/10个人，夏娃。为什么夏娃是1/10个人呢？因为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嘛，哎。所以不是说1/2啊，1/5也不够，怎么1/10？1/10也算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只有一点点嘛，啊、哦，好，结果这两个呢，又这么白痴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哎，又这么白痴，在伊甸园里面就光会晒太阳，然后没穿衣服也不知道，那当然不会懂得这个做相亲相爱的动作啦。哎，然后还有这个耶和华，他这个，不过撒旦要打撒旦也打不死，啊、哦，打不死，然后还让撒旦跑化成蛇去引诱夏娃，啊、哦，然后引诱夏娃没关系，这个耶和华这实在没道理，他要做了一个苹果树在伊甸园里，那个苹果树生出苹果又不准人家吃，哎，那吃了又说是犯了原罪，那个原罪就是咬了一口苹果，哎，那你看如果是说咬了一口苹果就是犯了重罪的话，那美国人天天都在犯罪，因为美国苹果很多，啊，然后还有呢，我就想到这个也是很好很笑话的事，这个。两个虽然都是白痴的亚当夏娃，可是夏娃比较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比较聪明？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撒旦那个蛇知道，他如果去引诱亚当的话，这个呆子一定不会懂，一定不懂，他一定不会成就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为什么？可能他也无父无母啊，所以可能还不会讲话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所以亚当的夏娃当然也不会讲话，那可是蛇用笔的哈，这夏娃就看得懂，哎，他就说比比，那鱼是说，那个夏娃一看，哎哦是这个哦，要去摘那个苹果，然后放到嘴里咬一口哦，然后他就去照做了，可是如果他做同样的动作给亚当看的话，亚当一定不懂，都傻愣愣的啊。好了，然后就因此人类就堕落了，就逐出伊甸园。可是我就开一个玩笑，这个可能哦，这个会被逐出伊甸园了，可能是这个上帝哦，觉得说我造了这么好的这个环境，这么好漂亮的，然后这个花园呐、啊，太美妙太好了，他后悔了，哎，他想要自己住，可是想不到借口。所以就搞了一个条蛇来，然后又弄一棵树，然后大家让他们两个去吃苹果。哎，讲到苹果，我就想到这个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说，
因为亚当咬了一夏娃咬了一口，亚当咬了一口，剩下的谁吃掉的？我才是夏娃吃掉的。所以因为夏娃点子比较多，他比较聪明嘛，所以他就把其他苹果都吃掉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，不管东方西方哈，就是男人哈都会欺压女人的原因，因为他怀恨说，当初苹果都被你吃掉了，所以心里不甘，所以一直都是，男尊女卑就是这样子，要讨回那个公道，你知道吧？这讲来讲去比李敖的还要精彩哈。然后啊，还有这个上帝也真是没道理，怎么了？他打撒旦打不死，然后这个人类又被他害了，变成堕落了，对不对？等于是被他害了嘛，对不对？他然后堕落以后他然后他又要来救人类，可是要救人类他又不自己来救，他派他的独子来救，那个独子呢，结果呢也没救成，那自己还死掉了，然后结果怎么办呢？所以那个上帝，所以不是全知全能嘛，是无知无能，然后结果呢，这个耶稣为了他的主子，为了救人呢，结果没救到了，自己死掉，于是又说好，再来一次，就 second coming， 你知道吗？就说耶稣已经走了，然后将来还有一天还会再回来，什么？不是 one more， the last judgment 啊，那叫 second coming 啊，也就是说，他第一次没救成嘛，还要再来一次啊 ，second coming， 这要大写的，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就第二次、第二度再来啊。那这个第二度再来，我现在想起来，因为实在很好笑，这像什么？像我们这个以前玩象棋，然后变成将军的时候，一将军说：“啊，博士，过顶来。”不算，重来。那个上帝有派他的儿子来救人，就是这样子，就第一次没救成，以后还博士，后边再过来。你说是像不像？太好笑了。所以这样的宗教也可以信，一种偏音啊。那为什么偏音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天主教哈，就基督教，这以前就称天主教的。天主教在马丁路德这个革新之前呢、他们那个教堂里面念的都是什么呢？拉丁文。那一般人是不懂拉丁文的，你看德国人、法国人、英国人、意大利人就都不懂拉丁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是古文啊、然后他们唱诵的、念的、讲解的，那乃至于他那个 Bible 就是拉丁文，所以只有天主教士、神父啊、修女有权可以看拉丁文的经典啊。但是马丁路德就他把它翻成德文，就第一个现代文，那个是在16世纪的时候啊。那么因为翻成德文了，一般人就看得懂了，所以因为翻成德文了。然后这个，所以法文啊、英文啊也都出来了，所以大家就看得懂这个 Bible 这个圣经是讲些什么东西，所以那个圣经就不是教士的这个专利品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因为以前都只是教士才能够看那个拉丁文的经典，所以一般人也都不懂那个。Bible 里面讲些什么东西，所以就随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。但是马丁路德就该死，就是他把它翻成德文，让大家都懂，所以他也被那个逐出教廷啊，逐出教会 excommunicate 这样。叫主教个累啊哈，个累个困的呢。
那因为翻成德文，然后翻成现代文以后，然后各国文字都出来，所以就引起那个改革，宗教改革，也引起这个思想改革，整个都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所以文艺复兴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从宗教改革开始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样一比较，我们佛法真是太伟大，太了不起了。我们佛就唯恐众生不知不解，但是天主教就是唯恐众生知解，乃至于从最早的亚当为什么犯罪，夏娃为什么犯罪，因为他们知解。知解什么？知解自己光屁股没穿衣服的第一个智慧，第一个知道羞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知道自身，这也是可以一个比喻啊，知道自身是什么样的状况，啊。但是佛就是唯恐我们不知道，啊。但是这外道就是唯恐众生知道，乃至于连孔子都说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对不对？那就变成被后代的帝王当做愚民政策的一个借口。宁可使由之，这孔子的分别心是很大很大的啊。宁可使由之，由就是照着做的意思。这个人民啊，你就能就是发布一道命令，就叫他照着做就对了。你不要跟他多啰嗦，你不要跟他讲什么道理，因为你讲什么道理他也听不懂的，这样子。所以他就把人民就看扁了，你懂吗？所以不可使知之，你跟他讲。讲不通的，那佛就正好相反，一切众生就应该让他知，让他解，让他开悟，而且他的毕生的努力以及他的教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，就确确实实这样的。他不怕你知解，也不怕你变成圣人，变成跟他一样佛，就是怕你不成佛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如果在基督教，你说你要将来要跟上帝一样，那你就死了。那如果在古代的话，那就烧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看看佛法的伟大，那一切帝王也是一样，他就唯恐唯恐这个人民有知识，那尤其是那个专制帝王，那就尽量的让人民愚痴，让人民都不能够去思维分辨，那他好控制，你知道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佛真的是很伟大啊，他就怕我们不知，怕我们愚痴，好，接着87页的那个经文。皆是无漏大阿罗汉，佛子住此善超诸有，能于国土成就为宜，从佛转轮妙堪遗嘱，严禁毗尼哄犯三界，应生无量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越诸尘累。我们看这个注释，无漏啊，漏就是烦恼的译名，就是烦恼又称为漏啊。为什么烦恼称为漏呢？因为这个是从法上来说的啦，因为我们心里面如果有烦恼，我们如果摄受了佛法的智慧，我们存不住的。我们俗语说光存不住钱比如那我们是不是有手指合起来就合不起来，对不对？有胖啊，说是会漏财，是不是就是有胖没漏财啊，你看我会漏财。你伸出来看看，你会不会漏财？那你是发大财的那我以后要靠你们。因为有漏洞，所以会漏。那漏什么呢？佛法的那个法财装到你心里面，放不住的，会掉，会跑掉。这样，因为那个心。有烦恼就好像一个器皿有漏洞一样，那所以叫做漏
譬如说，这是一个器皿哈，哎，这边变成密闭的，不行了。我们画一个立体的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啊，好，这是一个瓮，这是一个心器啊。那这个心器哈，可以装法。那就把如来的法相装进去。那如果如来法相装进去以后，这个心器就变成法器了。堪装这个如来的法叫做法器啊。然后，如果你这个心器有漏洞，这个如来的法装进去以后就漏掉了，啊，就到后来就漏光了啊。那么还有这个心器哦，一定要除了要不能有漏洞，还要干净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不干净的话，那如来的甘露装进去都变成毒水了，啊，这样子。所以那什么叫无漏呢？无漏就是没有漏洞。那所有装进去的如来法都存在那里，那所以称为无漏啊。那大阿罗汉呢都没有烦恼的漏洞，这样的，所以叫无漏。佛子住持啊，这个等一下哈，那个漏这里烦恼的异名，那么三界有三种漏，就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。啊，那就是说欲界是欲称为欲漏，欲界的烦恼称为欲漏，有那这个色界的烦恼称为有漏，那无色界的烦恼称为无明漏啊。那圣人已经破了淫怒痴，也就是贪嗔痴啦啊，但是以淫为首，所以这些烦恼都已经破除了，所以他们就达到了无漏的境界，也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。接着看阿罗汉。阿罗汉啊，又翻作阿罗哈啊。事实上，应该是阿罗哈比较接近。那为什么变成阿罗汉呢？就不晓得了。因为并没有一个 N 的音嘛啊。顺便讲到，台湾话为什么说独生的叫做罗汉咖呢？罗汉脚奇怪，是跟那个阿罗汉有没有关系呢？啊，然后，他的阿罗汉的意思有几个。第一个无生，也就是阿罗汉呢没有烦恼了，烦恼不再升起，所以称无生。那还有呢，阿罗汉这个身是最后身啊，88页哈、啊，最后的报身，不再来这个三界受生，所以称为无生。第三个是杀贼，这阿罗汉具足戒定慧，能杀烦恼贼。第四个是应供啊。应供就是说，阿罗汉因为已经成就了涅槃的圣道，是世间的第一福田啊。佛说的，如果人供养阿罗汉，就得无量福啊。所以一切的世间众生都应该令自身速离这贫苦的恶难，速得福智的资粮，所以应当要供养阿罗汉，故称应供。所以这个应供呢，跟这个佛的那个应供是同样的字，同样的意思啊。好，接着佛子住持，这佛子啊就是佛的真子，这就是菩萨啦啊。因为能够绍济佛的志愿，然后拔济众生，所以称为佛子。这《法华经》中说，这个菩萨是从佛口出。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堪绍佛种，所以叫做佛子。这个从佛口出，你不要说，不要认为说真的菩萨是从这个佛的嘴巴吐出来的哈。那就是说，菩萨是从佛嘴巴吐出来是什么？是法嘛？就从佛所说的法生出来的意思啊。不要一文解义啊。然后住持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个就是住法王家的住啊，持呢就持秘密藏啊，那么就是持这个首楞严的秘法。第二个呢，住首楞严三昧，持如实修正啊，叫住持。
这个住持啊，到后来就变成就说当这个佛寺的主人叫住持啊，那但是原来的意思是指法上的啊，而不是说住在一个庙里面叫住持啊。接着善超出有，超是超越，这那有呢，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三有，三有就是三界了，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也就是三界。那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把那个界字换成有字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界都是有法啊，都是有的境界，有法。有什么呢？有因、有果、有生、有死，这样的，主要是这样的，有生有死啊。那乃至于有苦啊，有烦恼，所以称为有，而不是涅槃的无生啊。所以三界称为三有，还有三有也就是三界的生死的意思啊。那欲有啊，就是欲界的生死；色有就是色界的生死；无色有就是无色界的生死啊。所以说，因为三界都有生死、有烦恼、有苦，所以称为三有啊。接着二十五有，这二十五有是从三有开出来的啊。那么三有再开出来，就进一步分详细分类啊，广说就变成二十五有啊。这二十五有是什么呢？就一二三哈。第一个就是欲界的有十四有。色界有七有，无色界有四有啊。那么欲界的十四有是什么？就是四恶趣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四大洲啊，这东胜神州、南瞻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卢洲，然后六欲天啊，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焰魔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那么这总共加起来就十四有，这个是欲界。啊，包括，这个天上跟天下都有了，啊，那接着，色界有七有，就四禅天、大梵天、净居天、无想天，这样七有。再像无色界有四有，就四空处、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非想处，这总共加起来就二十五有，啊。好，那再把这下面一段讲完啊。以上这个十四加七加四总共二十五，所以称为二十五有。又所谓二十五有，也就是说在三界中共有二十五种果报的意思啊。二十五种果报，那众生在三界中无死生死往来，都不离开这二十五个地方啊。所以二十五个果报也可以说，二十五个地方也可以说，就二十五处啊。那么这就是说，这些大比丘众啊，都能以如来的善妙法门呐、啊，能够超越三界的一切的生死苦果啊。这二十五有就一切的生死苦果啊。简单一句话讲，讲这部经实在不好讲，因为啊、哦、很严肃。然后，可是太严肃，你们都去见周公也不行。你们都去跟周公讨论《首楞严经》。好，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